我那便宜便宜弄不好，他不愿意。借他那两千，拿点躲，他躲，呵呵这时候到后期再传染那啥的时候，你也得练去，还是？我感觉我在脚上都是的，这个说不定。那不要紧，那没事。有一点破口是属于正常。那没事。你没看我给你修多薄吗？你修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我以前扎进去刺了，应该是。有个硬皮。不是，它多少年它里边还都光痒。它也不是，它要是酸它该硬了，肯定。嗯。这好几年了，这得有20多年了。它也不是天天养，有时候养。这个里边我估计里边应该扎了，对。老吃用，上回接的时候也是，也是那扎在肉里边的，我爹呢，我俺老爹，那个估计血他们。